然后现在就是到沈哥的房间里面啦，他还在拍戏。原本是想要跟其他人一起出去，吃东西逛太湖的，但是我今天真的太累了，就想要在酒店里面点个外卖，然后吃一下东西，还有一些手头上的工作没有完成，赶紧收尾。明天后天呢，就可以不带工作，没有负担，好好的玩耍两天。来看看我晚上吃什么。这个是宫爆鸡丁、西湖鱼羹，然后一个是什么海胆豆腐煲，还有两个我闻起来像是榴莲酥，但是它的名字好像不是叫榴莲酥。晚上九点，我终于吃上晚饭了。这蛋黄呢，小龙虾，就是拍戏的现场。小沈现在在工作，然后我自己在旁边等他。现在十二点了，我才刚吃上晚饭，我天啊，我太惨了。悄咪咪的搞到了一碗面，还有一个饼。我现在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明天早上的早餐。小哥，咱们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看看明天的早餐。你给谁看？小哥看？没有，录下来嘛。哎呀，这难道不重要吗？给小哥看，记得给小哥看。我说你才不是呢。桂花，人家要录 vlog， 真的。桂花。哇，太励志了！看看沈姐。这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几点现在？三点。三点整，我们下班了。收工了。收工了。吃个早饭。他跟我说十二点就能走，结果现在到三点了，害我十二点吃晚饭，狗东西。不吃晚饭，剧组一放宵夜就吃了宵夜。吃了多少你自己吃？那你这吃了多少？我吃了个饼，吃了碗粉，一个减肥，就差一碗酸辣疙瘩汤。吃完之后把明天早饭定了，哎呦，好想吃明天早饭。下班。Day three。夏天的阳光，让人想要脱光。一直抽着啤酒，一直抽着冰棒，还有一直晒着太阳。夏天的晚上，沙滩上的姑娘，要不要吃西瓜，还是要听笑话？看我一眼吧。感觉就很好吃，怎么样？你说，说两句。这三点，剧组我应该怎样？这半年以来，我们都就是过得很快乐。然后这次见面，感觉大家状态都很好，然后我们都很开心，吃的也好，睡的也好。美女逛街的时候在做什么？等我拿着碗，等我拿碗，偷吃，走。回到酒店是五点，然后洗漱了一下，已经五点半了。这一次来给小沈探班，就是主要呢陪他熬夜，拍了两天戏，两天都是大夜的戏。昨天是四点多收工的，今天也是四点多，但到酒店已经五点了，天都亮了。感觉这一次见到他，觉得他的状态比之前的都好，就是变得比较开心，然后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的积极乐观。
就会觉得特别的放心。原本以为因为疫情我们可能今年都见不到面了，没想到还是有了这个机会能够见。等到他这部戏拍完呢，也希望能够一起去旅行。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坐车去机场，然后回厦门了，接下去有好多工作在等着。短暂的放松之后，我觉得我也会更有动力去开始自己的工作，然后面对困难的时候呢，也更有信心积极的去面对他们。我们在世界中静静地在生